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this game radio. 观众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恐怖游戏实况。我相信如果是作为一个经常去找恐怖游戏的人啊，应该是能看到一个游戏叫做病房四啊。我就在想，病房既然有第四代，那么这个前三代在哪里啊？我们今天玩的就是这个病房的第一代。这个病房的话，我这个第四代我也是稍微试了一下，可以说是非常符合我的这个想法啊。一个恐怖游戏，如果你是第一人称去探索啊，会有很多的恐怖要素。不过这一个也是我们直接开游戏啊，触摸屏幕。好的，这里有两个存档啊，我们已经有一个存档 A， 我们来使用存档 A。 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游戏了。这什么，这是哇，这个画面真的是，如果是作为一个 DNS 恐怖游戏啊，有这个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强了。哇哦，哇，这个游戏放到现在啊，在屏幕上滑动触笔来环顾四周。好，我来看一下啊，就是用这个，哦，这个只能左右观看啊，是不能前后的，按十字键进行移动。快速双击并按住十字键上沿开始奔跑。哦，这个游戏没有，它不像其他那个 NDS 游戏DNS 游戏啊一样的蹩脚啊。这个游戏非常棒呀，即使是放到现在啊，也可以说是非常棒的一款游戏了。我这外面窗外是下着一些朦胧的小雨啊，在这个病床上醒来。啊，游戏节奏非常快啊，突然出现了，也是没有什么前兆什么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洗手间啊，洗手间这个没有马桶吗？哦，这是马桶啊！哎呀，这房间虽小啊，无伤俱全啊。然后这个地方是不可以调查的，我来走一下啊，从病床上起来，这边我们来调查一下是没有什么可以调查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是几个人的画像。这里是画壁画呀，前面是有可以调查的地方的。我们来，不是这个地方是不能低头的啊，这个低头怎么低呢？他不低头，我是捡不了这个东西的。我走到上面去使用啊。啊，这个东西要怎么用啊？好的，观众们，我又回来了。这个地方它是啊，可以去。哦，我来试一下啊。操作非常蹩脚啊，这怎么说呢，老游戏都这个样子嘛。我现在可以低头了，低头了就可以调查了。好，我们来得到了这个东西，记事本和钥匙。一本破旧的记事本，大部分页码被撕掉了啊，首页写着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还有一把小钥匙。我们来把东西捡起来。哦，可以从这个记事本上看这个记事本，上面记事本上写的是莱德蒙医院的辩护，上面写着 How did you do it 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吧，不 why did you do it， 为什么啊，对方是过去式，上面是以前为什么这样做啊，怎么让我写吗，这是不是吧，我是可以在上面写字的啊，能擦去啊，能是能擦去的。哎，别啊，这个东西它是可以擦，这个，哎，不是 ，How did you do it？ 啊，没有擦这个比较关键信息啊，我这个应该是有用的吧。好，既然我学会怎么去观察了啊，这个地方，你们看我这个下面这个心跳啊，心跳应该是我们男主的一个心跳，然后还有心跳下面有一个绿色小点，我觉得那应该是生命值什么的。我们来打开门，用小钥匙把门打开了，我们出来了。哦，有一个宝藏。哪里？不是，我听见奇怪的声音，不是。这个门打不开啊！啊，说起来，那个开头的时候是有一段钢琴的啊，现在也能听到那段钢琴。有一个比较恐怖的声音啊！哇哦，哇哦，哇！有一个类似于恶魔的低语啊，一张报纸头条写着。不杀妻，手段凶残。
今天什么恶魔地狱一样似的。我们把这个门打开，这边打开门了啊啊，可能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先看一下道具啊，这有钥匙和记事本了。来吧，我来把这个门打开。门是锁着的，打不开。啊，这里是类似于一个医院的一个病房吧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已经被打开的、充满血迹的一个房间。哇哇哇！可以调查啊，081399，这看上去是血写的，应该是什么密码？我该把它记下来。哦哦，怪不得哦，这是这个变现的作用啊！我们来记第一个线索啊。08 13，这个游戏可以说是比较良心了，你要是放在其他游戏里可能就没有这么个记事本功能是吧。完了，继续，我把这个记下来了啊。这个上面这个控制是上下反转的啊，比较难受啊，上下反转。我已经调查完了，看这扇门可不可以打开。是锁着的，打不开。在奔跑，跑到这扇门这里，这个门没有试过。应该有什么东西？你们可听到背景里有一个什么类似于低语的声音啊？啊、我把这个门打开试一试啊。也是锁着的，锁着门不可以打开。不得不说 ，DNS 上有这种恐怖游戏可以说是比较的强。好，剧情杀。这是一个五六个人大小的一个大肥胖子啊，把一个女人给拖进去了。那个蚁人好像是护士还是什么的。我们男主也是无动于衷啊，毕竟这么个怪物是吧？这边应该是可以调查地方，我们来走这个地方试一试。门是锁着的。好，这扇被胖子拖进女人那个房间也是锁着的，不能打开。这一个手电筒，我们来按 L 键来打开手电筒。好，我们来按 L 键打开了一个手电筒。哇，这简直就是这个游戏已经有了，就是一个现代恐怖游戏硬的要素了啊。哇，真的是被惊艳到了，因为现在恐怖游戏你要就是应该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可以听见那个恶魔一般低语啊，恶魔一般低语比较清晰了。然后这个地方不可以去做什么医院的前台，不知道这个角色应该是不能蹲的。我现在已经能听到这个恶魔一般低语了，应该就是前面三门了。这灯怎么还灭了一下呢？别关键时候不好用了。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是什么？这应该是一个密码门啊。我们刚才记的密码是081399啊，我们来把这个密码输进去啊。081399，输入。好，我们已经把门打开了。我这里很不安全呀、啊！而你们不是，我现在倒有一种啊玩半条命的感觉。一根警棍可能用得到，在屏幕上单击警棍图标啊，选择使用警棍。我们来使用警棍，按 L 键使用警棍。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警棍的使用啊。好，我这个真的是很惊艳啊！你看能达到这种程度。很惊艳啊，一个怎么说有些年代的恐怖游戏，如果愿意玩的话可以玩的。上面一张地图啊，上面写着西楼七层。我们来能不能放大呀，这个地方是不可以放大的吗？ L 键 R 键都不可以使用啊。七层可以改变啊，西楼也是可以改变的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带的地方是一个小房子啊，我往前走的话，
我们对着门的话是那个啊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三角形的那个钝角啊，就是我们的前方。然后往前走的话是这里，往前走在一个拐角处有一个类似于两扇，这应该是厕所吧，过去看一下。反正警棍也比较好用。喂，我怎么跑这么快？我消失了。我确实有一种玩半条命的感觉，有一种那种很经典恐怖游戏的感觉，老式恐怖游戏就是这种感觉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间啊，这个房间没有什么东西，有什么可以去使用的？这个门可以打开吗？不知道。我这个怪物是跑得非常快的，而且我现在怎么说？我现在是一个很难控制的状态，因为上下是反转的。我鼠标往下就是往上，我要是鼠标往上就是往下，这其实挺难受的。门是不可以打开的。我们来到这里是有一个药品一样的东西，健康全满是不能捡的，我们血是满的。没想到出一个怪就给我这个东西。这里就是有点卡顿，看怕不是有什么东西哦。这种能攻击的恐怖游戏，我感觉还是恐怖氛围就一下子少了50%。你这么一讲，其实逃生还是挺恐怖的。我这里都加血了，我们来进这个，先进男厕所啊，男左女右，先进男厕所。哇！我们来到男厕所之后，这个地方写了一个字啊 ，murder 什么东西，我不认得。这个门没有打开，这个也没有打开，没有打开。哦，你可以说男厕所里没有什么东西了，我们快跑快跑。可以看到我们是即便是探索男厕所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。那么就是这一个充满血的女厕所了。我被咬到了，但这个怪物其实也不是那么强。我这没有头了怎么还可以攻击呢？天哪，不是吧，这个怪物很突然了，突然出现了，打了我三滴血。心跳，我们男主的心跳可以说是已经变成黄色了，加一个血了，健康恢复可以。让我们出来不会给我了个大惊喜吧？应该是没有大惊喜了。我们给打开这扇大门，来到了一个，哇，这个地方经典呀，不能说经典啊，因为我那个玩第四代的时候是来过这个地方，有一个类似的感觉。你们看这个地方，这种病床啊，从外面连通的那个就是一个几个大窗户，然后病床在这里，我觉得这个人是活着的，可以打吗？哇，这个。我当然觉得他是可以活的，毕竟在这个半条命里哈，也经历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怪啊，这个怪胸口是裂开的。你们知道我要说什么？半条命就是这个样子，半条命那个怪也是胸口有一个裂开，被那个裂头蟹给咬开啊。但这个地方显然是没有裂头蟹这么回事的。那应该是因为什么？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剧情上的概要，也就是这个样子，继续探索这个没有任何记忆的诡异病房可以了。啊，这个怪应该也是活的，我们给他一锤子。哇，不行啊，这个怪跑得很快，而且你也不知道攻击判定是什么，老是被打到。没事，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倒着的全部都是活着的，眼前这位也是活着的，我给勾引一下。好，勾引失败，给他一锤子，对着地下，来一下，哎，兄弟，他没有起来啊，是个老实怪，哈哈。我怎么感觉好像做了坏事呢？谁知道他会不会等会儿起来打我呀？是吧？人还不要太仁慈的好。
哈哈，来把这个门打开啊！哇，这个地方血迹更多呀，这个地方就很诡异了，而且有药，有药那就更诡异了。你觉得就是游戏正常的，没有任何怪兽给你一瓶药吗？并不会。这没有东西啊！我这是前台啊，我以为这里没东西可以过去的。我们就两扇门，老规矩，先走这个打不开。我们能抬这扇门？我，听到这什么？螃蟹？不是，我那玩意儿掉血，那玩意儿不是，这是怪啊，这是。哇，有那种小可以打死吗？我试一试啊，你们打死。来来来，打不死啊！打死了好像，打死了，应该是打死了。再打，跟这个怪耗真的是。来来来 ，Come on baby， 你我怕你们啊！看我的。什么警棒攻击，警棒攻击，唰唰唰唰，死死死死，全部都，哦，我的血已经黄了，不是，咱们防一下我，防一下我调查是不好的，小兄弟们，让你们死死死，我瞄准下面，瞄准这个东西没有准星，你不知道他有没有打到啊，也是很难受，就剩一个了，死，哇，这难操纵真的是一个比较坑的点。刚才这么多东西要全部都搞我身上，不是掉那么多血啊，好像掉了三滴血，把一个虫群干掉了，这个也是知道这个虫群是可以掉血的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又被虫群逼到了一个地方，啊，这里有加血的药啊，太棒了。啊，来到这里是两个，又来，这个声音很不。这个声音是那个虫子的声音啊，虽然有虫子声音，但是没有看见那个虫子，怎么回事？健康是满的，不能加血。有虫子声音，但看不见虫子就很离奇了。我现在只要一直走着，应该那虫子是打不掉我血的。那游戏当然是不能跳的，不能跳，老游戏不能跳很正常。像一个小半条命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年代出的游戏啊。你要说和半条命有一个相似的话，感觉应该就是双方的一个后者借鉴先者的一个借鉴嘛啊。我苍之兔，这是第二光，哇呀，天哪，这是医院的楼顶呀，这是你们看这个雨。哦，这作为一款恐怖游戏，你看那个闪着的闪电，哦，这个太帅了，这个恐怖游戏可以。那么我今天到了场景二，我们探索就此结束了啊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早生贵子，下期再见，第二期。